今天是星期四，然后我等下要先去中正纪念堂那边上管理专题的课，然后其实是去上云门舞蹈教室的课吧。然后中午之后，我就要展开我自己的小旅行，我要自己到九份去住一天。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说要去九份住一天呢？其实因为我还有一些还没用的振兴券，然后因为四月底就截止了，所以想说那顺便去把我振兴券用掉。然后我之前就一直很想去九份住一天看看，所以就是这样咯。九份了，其实大概只花了40分钟，现在才2:40而已，速度比我预期的快蛮多的。然后我来邮局领个钱，等下准备找个地方上一下线上课，然后再进去民宿。我在走去民宿的路上，这里平常应该是可以看到海的，但今天一片雾，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喽。平常的九份人真的好少，但是也蛮多店都没开的，一片雾。我现在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云里，但目前没有下雨，还行。Hello， 我现在进来房间了。这间长得很漂亮哎，这里一进来有一个小地方，然后这里有水壶跟茶杯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浴室，小小间的，但是我觉得还行，还不错。然后这里就是镜子 ，Hello。然后它的墙面啊，都是这种石头墙，很蛮酷的。然后转过去就是我今天的房间，很棒哎，有个双人床，然后有两面窗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海景的，不过因为今天都是雾，所以看不太到。然后冷气是一定的，然后旁边这里超可爱，还有一些字，因为我住的这间好像叫黄铜矿吧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些可爱的装饰。然后有一张椅子被我拿来放书包，跟一张桌子，大概是这样，我觉得很棒哎。然后床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床头板，然后再配上它后面那个背景的石墙，超漂亮的，耶，赞。我进来房间了，不过我等下应该，因为现在时间其实才3点而已，他们有让我提早半个小时进来，不过我等下应该还是会要先出去找个地方坐着上课，然后顺便吃点东西，因为刚才柜台的姐姐说就是今天应该是因为平日的关系，所以可能7点以后就会老街就会都没什么店，然后也没有食物，所以跟我叫我要早点准备好食物这样，所以大家就再出去走走看看咯。但我刚才晃一圈老街是真的人很少，而且很多店也都没开，所以不知道晚上要干嘛，不过也不错，就是放松一下这样。这是我今天住的民宿，叫山金，然后我住的是最下面那一间，所以会被挡住，就比较不会有隐私的问题。
一间很舒服的店，待了可能快2个小时吧。然后我现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要去找点东西吃，然后带回民宿的房间，然后接着下一个作业的讨论。因为我怕讨论完会我就没有东西吃了，所以我要现在赶快去买点东西。我今天晚餐有赖阿婆芋圆，然后这是阿婆炒阿贵，但是因为我对炒阿贵还好，所以我就买了乌龟壳。然后这个是护理长卤味，没吃过，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就这样，这就是我的晚餐啦。Stuck inside tomorrow, scared by what you can't see. If your heart is. 我刚从民宿出来，现在大概是早上9点。然后今天的早上天气看起来稍微好一些，有蓝天白云。从后面也看到海了，不是雾茫茫一片的。散步个一下，然后看要不要找点东西吃，然后等一下一样有一个线上课要点名，所以我还是要找个地方上一下线上课。这样早上的9分，有种更冷清的感觉，没什么人，但很舒服。我很喜欢这样一个人自己走在街道上漫游，还会遇到猫猫，两只可爱的猫猫。这边就是我昨天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，今天有海了。When you're done with playing nice and you need some rock and roll, if you feel a little restless.At the center of your soul, go on and take me by the hand, sweet darling. Let's be alone.